大家好，我是夏洛特，欢迎来到夏洛特先生的杂谈小讲堂。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继之前有关神剑闯江湖和银魂的略懂明治维新的影片之后，从动漫看明治维新的第二集。至于我为什么会想要做第二集呢，绝对不是因为有观众要求，因为大家知道我没什么观众嘛，当然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做完第一集之后好像还有很多角色没有讲到，因此就决定来做个第二集啦。今天我们讲的内容主要会以介绍动漫，尤其是银魂的动漫角色为主，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动漫角色到底有哪些是根据真正的历史人物塑造出来的，而这些历史人物又分别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又或者是奇闻异事吧。我们就来继续说之前没有提到的银魂里面的高山进驻所带领的这堆叫做鬼兵队的组织里面的人物吧。这个组织的原型来自历史上高山进驻所创立的骑兵队，因为在日文之中鬼和骑的发音是相同的，鬼兵队里面的成员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和尚万斋之外，另外一个是喜欢穿短裙露内裤的来岛柚子。这个角色取材自幕末的长州藩士来岛右兵卫，这个人是长州派的武士，比较有名的事迹是在德川幕府与长州藩的一场战斗进门之变中带兵和幕府作战，最后也死在这场战争中。另外一个鬼兵队的成员是一直自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疑似萝莉控的这个怪人，大家可能甚至不知道他的全名，其实我在去查之前原本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全名叫做武士变平太，历史原型为维新志士武士半平太，或者又名武士瑞山。虽然这个人在银魂里面是高山的部下之一，但武士半平太这个历史人物跟高山进驻的关系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深。这个人其实是土佐藩的藩士，和我们的坂本龙马其实有远房亲戚的关系。他原本是在土佐开设建筑道场，但后来在和桂小五郎、高山进驻还有另外一个吉田松阴的弟子九坂玄瑞等尊王攘夷派的长州藩士交流之后，下定决心也要让原本比较保守的土佐藩一起加入攘夷的行列，因此他集结了包含坂本龙马的一些同志，创立了土佐勤王党，向土佐藩的藩主施压，促使幕府攘夷，有一段时间势力几乎足以左右整个土佐藩的政策。不过后来在和七木的开国派的斗争中失势，以对主君不敬的罪名被命切腹而死。这个人在后世记载中据说是个人品高洁、诚实、十分重视武士道的人，基本上跟萝莉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事迹就是据说武士在切腹的时候完成从来没人做到的三文字切。大家要知道切腹文化在日本就是武士的象征，也是大部分武士最希望的死亡方式。視聴者の皆さん本当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よし、新八、お前とりあえず切腹な。而这种三文字切在切腹中也是最难完成的，必须要在腹部上横着平行的划开三个伤口，像汉字三一样，切腹者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之后才会死亡，因此完成三文字切的人也会被视为是真正的武士。由此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武士半平太是一个非常正气凛然，也非常在乎当时日本的未来的志士，甚至有人形容他是在人望上足以和西乡隆盛并论，而在政治上足以和大久保利通和桂小五郎匹敌的人才，足以见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哦。另外一个同样也是银魂里面高山进驻的部下之一的，就是被翻拍了很多次的红衣天中的主角之一的这个戴眼镜的飞机头男冈田乙藏。这个人的历史原型来自于同样是土佐藩藩士的冈田乙藏，我们之前有说过和尚彦斋被后人称为幕末四大人斩之一，而另外三个和他齐名的历史人物则分别是萨摩藩的中村半次郎和田中新兵卫，而另外一个就是土佐藩的这个冈田乙藏了。这个人其实是武士半平太的弟子，曾经在武士的命令之下负责暗杀许多土佐勤王党的政敌，因此也被人称为人斩乙藏。后来在土佐勤王党失势之后被捕，最后承受不住酷刑供述所有罪行之后被枭首示众处死。就我看来，这四大人斩最后的下场其实都不是很好。说完鬼兵队的成员，我们就来讲讲银魂里面出现的这堆忍者们。智创忍者服部权藏来自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忍者的代表性人物服部半藏。不过服部半藏这个名称并不是真的指的是某个特定的人物，半藏 Hanzo 这个名号其实是从日本战国时期就开始侍奉德川家的服部家当家用以代代相传的名讳。不过后世口中的服部半藏多指的是江户时代初期的服部家当家服部正成。这个人因为勇猛善战，因此又有着鬼半藏的称号，是真正让服部半藏这个名字发扬光大为后世所知的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服部权藏的祖先。而我们的智创忍者本人则很有可能就是服部家到幕府末年后来的第十二代传人，本名服部正义。这个人曾经参与戊辰战争的前哨战鸟羽伏见之战，而这场战争也非常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未来的局势。另外一个大家也可能很在乎的忍者就是号称小圆的纳豆女元妃昌蒲。元妃这个姓氏来自大家一定都听过的著名忍者元妃佐助，
但是这个传说在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的忍者其实虚构的成分比较多一点，他也被后人称为真田氏勇士之一，他根本就不是幕府末年的人哦。不过即便这个角色很有可能是虚构的，后世的动漫作品也非常喜欢使用这个人物，就例如火影忍者里面的宇智波佐助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此哦。再来我想要说的是银魂的柳生一家，其中的重点当然就是来看我们的柳生九兵卫啦。柳生九兵卫的原型来自江户时代的独眼剑豪柳生十兵卫，又名柳生三言，而由于银魂是将它设定为女性，因此就是十兵卫减一等于九，大家都懂吧。柳生十兵卫是柳生宗矩的儿子，柳生十州斋的孙子，是剑术柳生新一流的传人。由于在先前的关原之战中，十兵卫的父亲为德川家康战斗，帮助幕府扩大了领地，因此柳生家就被历代的幕府任命为剑术指导，曾经指导过江户时代的三任将军德川家康、德川忠秀以及德川家光。有关十兵卫的一个轶事就是他的独眼传说，据说他是在和他父亲柳生宗矩的一次斗剑过程中不小心受伤而导致一只眼睛失明，这也是为什么银魂里面的九兵卫会戴着眼罩的原因。柳生十兵卫是一个时常被后世浪漫化的武士，但这个人并不算是生活在幕府末年，也没有参加过明治维新，但是因为他曾经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突然失踪，在1850年去世时至今也死因不明确，因此也成为非常多后世漫画、小说或者是电玩作品中使用的题材。好，说了很多，大家有从以上说的东西里面获得一些有趣的知识吗？这次讲到的一些历史人物甚至不是明治维新时代的人物，这是因为银魂并不是一部完全依循历史的正经武士动漫，因此出场的人物自然就不必按照逻辑出牌啦。不过很多在这部作品中登场的人物就算是一不小心从不同时代穿越了，这些人物背后也都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哦。不知道大家最喜欢银魂里面的哪个角色呢？可以留言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喜欢类似这样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订阅，并把这影片分享给所有对明治维新或是银魂有兴趣的朋友吧。你的实际支持将会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哦。那么我们就下集再见啦，拜拜。